弗里曼博士，巴尼说你过来了，我们被狙击手分开了，他在前面的仓库啊被盯上了，快去吧，他全靠你了。手困在仓库顶楼，他本来要去拿手榴弹的，但是现在大概到不了。帮帮我！我们以为下面会比较安全，谁知道竟然已经被攻破了。其他人往楼上走了，他们要跟狙击手放手一搏。我想他们还在那里吧。我已经被狙击手盯上了，高登，丢几颗手榴弹过去，把他们炸个精光。高登，帮我解决那些狙击手好吗？高登，来颗手榴弹吧，解决一个还有一个，老兄。我来开这个门，我的市保局身份还保有一些通行权。你刚刚有听到猫叫声吗？那鬼东西让我噩梦连连。蹲下！小心食鸟虫。古老建筑物，好像是银行还是博物馆之类的，不过那不重要，现在那里是十七号城监管队的据点了，这就是城。
压制装置还是会压制任何通过的人，除非我们把它关掉。博士，那就走吧。并为人类服务。还是不够隐秘，我们被发现了。急救包给你。总共有三个发动机要关，就从这个开始吧。哎，你带着伊莱的重力枪，射一下那个防护罩看看，说不定这样可以扰乱他们。守住屋顶了，那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哇哦，保存这么森严，里面一定有好东西。
上吧，博士，我在这里等你关掉那些东西，小心。
门就在前面，让我先开门。搞定，我待在这里，设法让门开久一点，才会有点效果。去吧，快去把天桥接上。我们必须要让援兵能从四面八方进得来才行。如果还有市民过来，我会叫他们上去找你。高登，后会有期。
博士，你关掉压制器开门之后，我们可以大举进攻。合成人要手忙脚乱了。我们穿过广场时掉了一箱火箭，如果你有办法到那里，应该有足够的装备解决那些长脚蜘蛛。大家走吧。博士，对不起。Oh.
外面真是一团糟，从这里到长塔边路上都是警卫。我想如果到高地上面，我们应该有力量反击。博士，我们快到城塔墙边了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过得去，不过既然你都来到这里了，你应该有办法的。对不起，带路吧，我们必须到巨岛去。20%, 5%,
真该死。狗灯，哎，帮帮我。狗哥勇猛地杀过广场，一路过关斩将。我猜他是在找爱丽丝，他的脑袋里似乎认定他在城塔里。我猜爱丽丝应该不想让他继续再闯祸，可是你可以的话，你阻止他。哎，狗狗，那里不行，那里过不去了。还不错嘛，高登，我想他是要你过去，你最好快一点。如果你见到布林博士的话，帮我问候他一声。